丰田自曝没电玩就打手枪，惊呆伟晋。丰田做一，伟晋做二，相当爱打电动。图台湾索尼互动娱乐提供，20001803.10。偶像团体 SPEEZO 成员韦晋、丰田金石日出席电玩活动，喜爱玩电玩的两人，即便工作忙碌，还是会硬抽出时间玩游戏。其中丰田过去在日本时从来不玩电玩，没想到一年多前在朋友介绍下竟成了游戏王，还创下一日连打18小时的记录。问及如果没有电动可以玩该怎么办，身上留住综艺咖血液的丰田立马回，打手枪啊。惊得伟晋马上帮他解释，是手枪类的游戏。丰田外表高冷帅气，之前在综艺玩很大不计形象演出颇受好评。近日在娱乐百分百与凯乐的爆笑互动更创下百万点阅率，人气持续看涨。喜爱电玩的丰田即便工作忙碌，每日都会抽出6小时打电动，相当惊人。丰田左伟晋相当爱打电动。图台湾索尼互动娱乐提供，20001803.10。自小就非常爱玩游戏的伟晋透露，至今砸下20万在游戏上，更偷偷笑说，因为自己实力没这么坚强，所以需要靠装备辅助。伟晋也透露，丰田私下与荧幕上形象一致，相当搞笑，展现团员间深厚情谊，